范志毅的家位于威尔士首府加迪夫的港湾区，气候温和，从这里能一眼望见市中心的千年球场。作为英国西南部最重要的港湾之一，加迪夫历来以宁静著称，这里也是英国最有名的度假胜地。但加迪夫最著名的称谓却是欧洲文化之都，这里有历史悠久的加迪夫大学，有古意盎然的街区，还有浓郁的文化学术氛围。文化之都使加迪夫成为了整个威尔士的骄傲。除了大教堂，能在加迪夫城中一眼望见的就要算千年球场了。据说能容纳40,000人的大球场不仅是加迪夫俱乐部的主场，同样是英格兰国家队的备用球场。在温布利维修之际，这里成了足总杯和联赛杯的决赛场地。而现在范志毅却与千年球场无缘，他正与女儿妞妞享受天伦之乐。水岸区22号，这里是他们的家。我要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哎呀，侬珍珠烧了吧啦？珍珠奶茶，他不是要喝珍珠奶茶的吗？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啊？哦，珍珠奶茶有的呀。奶奶把叫啥个东西把侬弄好不啦？嗯。好不好？哦。哎，侬手不要把那泥做的。最后那吹不好。吹得好，哪能会得吹不好？奶奶帮你弄一点啊。嗯。哎呦。哎小姑娘真的是这样。那这样好了，爸爸的又做啥个能干了？以后老好啊。是这样子，我爸爸的老有啥个事，那我得弄弄。啊哈哈。你吃我。那喂。哎，快。那到这来好不好？哎呦，你看你堆的嘞一塌糊涂，快点，那爸爸，我得做好吃，我得去放一塌哦。好不好？好，睡着。嗯。哎，对了。哎呦，啥衣服？好。哦，侬不要太黑我了。嗯，好了，可以。这是生活品质。嗯。还有干些东西。哎。那水不摆进去啊？没水不摆进去，哎呦，侬要吃还可以一个。这个是叫啥个？侬欢喜吃的对吧？这自家可以做啊。可以做呀。要买卤味吧？啊？要买卤味吧？不要买卤味。要买卤味。那做金枪鱼吃啊，等于是。哎哇，这么牛吗？一天的生活往往就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展开。除了看看电视，范志毅家在加迪夫的生活十分简单。特别闲时，他也会带上妞妞去城区的商业街逛逛。加迪夫人口只有10万，城区的规模很小。虽然才来了4个月，范志毅早已把这里的每条街都摸熟了。整个城区唯一的一条步行街是父女俩经常流连的场所。自来到加迪夫后，范志毅的脚伤始终折磨着他，伤势使他无法参加英乙的角逐，也令家乡上海的球迷牵肠挂肚。不过世界杯上的旧伤快要痊愈，范志毅也终于有机会向球迷表达他的谢意。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些球迷朋友，尤其是我家乡的上海的这些球迷对于我的理解与支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从他们认可我以来将近这10年的时间，到我现在这样一步，也自己的足球生涯接近尾声的这样前夕，能传播一种信息给他们，看到我能在这样的环境生活，当然没有训练和比赛的这些镜头，我真的非常感谢他们，我一切都很好，脚伤也恢复了，谢谢他们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腿伤，34岁的范志毅也考虑过自己的前途，在这一点上他很理智。毕竟自己已经是33岁了，从2001年4月7号这个沈阳的这个世界杯出现以后，我也对自己做了一个评价，说自己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完成了，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。通过大家的努力，包括自己自身的努力，为中国足球做出了应该做的贡献。我想我可以说是完成了任务，那我也自己也比较满足了。我不想说在自己不行的时候说再退下来，或者说当自己力不从心的时候在背后让人指指点点的时候退下来。我非常自知之明，我想我有这个能力才还能继续生了2到3年。如今范志毅远离了喧嚣的中国足坛，他对中国足球，对中国的足球环境有了更深刻的反省和认识，也敢于说出真切的感受。我跟你说，英语人家说世界统一的，足球的语言世界也是统一的。就像我们这样来说，我就觉得你请个米罗真的说能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，我觉不觉得，包括世界杯，我不觉得是由于他的程度，是我们好，是我范志毅，是我海东，是孙继海，是李铁达到了这样的水平才能到这样一步。他坐在下面能喊什么呀？他能做什么呀？那么真那么多年下来了，你足协真的没有问题啊？我也不相信。那么你怎么样处理一些老队员啊留任，或者老队员离队，或者对老队员今后是不是还能为中国足协这种效力？我只是说能为下面的青少年，因为你毕竟有过10年、5年或者甚至8年这样的经历，离开了国家队，能不能从他们这些身上能吸取的经验教训传授给一些年轻的？有没有考虑过为这些老队员所开创更好的条件，为中国足球来服务？没有具体的这种措施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始终让人感到一种心寒的感觉，你打完走走了呢，该最好是越快走越好啊，就不愿意待在这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中国足球仅限于现在目前这样的情况，再有个44年，我觉得时间也不多。这样打的话，在2002从这一届开始，再有44年也不晚。我作为一个老队员，忠心诚恳的，因为我是搞足球的，如果再这样的下去的话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宁静以致远，淡泊以明志。生活在宁静之中的范志毅，除了偶尔的直言外，早已不复年少时的烈火脾气。足球不再成为他生活的全部，他爱足球，他更爱妞妞。这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范志毅，但这才是真正的范志毅。